高兴，我觉得这个是它绑在那个皮带上，对。对，那另外买，你没有都没有用过吗？都没有用过，都没有用过。那你今天这样子，他只是喜欢买，他没有。等一下，我就应该开一个敞篷跑车了吗？前面就像空姐，对对，我的行李，好棒。对，其实挺新的，然后还有，可是这个我搞不懂是什么。它就是一个茶壶，不是，它是一个真的，就是那个。茶壶也太小了吗？就是旅行那种方便，等于是蒸汽壶那种。对，其实这个在美国卖的还很好哎。好，来下一个。这个 size 就是八号，这个很漂亮的，这个我蛮喜欢。这个其实不耐穿，这是我的 size 啦。对呀，就是对，上面写的有没有大小38号？它上面写的真丽，这双也是我真的都没有穿过。嗯，那我就是当初买，我觉得它很漂亮。对呀，对啊。您可以跟真丽交换。当初买觉得它很漂亮，漂亮为什么不穿？没有啊，漂亮不一定要穿啊，真的，我只是觉得它很漂亮，想要拥有它，没有，是这样，这个牌子很贵，这个牌子很贵，那这双鞋大概双买大概将近200多块300块，就是在台湾差不多8000块，8000-9000，好看，对，还蛮好看，刚刚好，但是很尴尬，因为是他拿到了礼物，然后你穿在脚下，感觉上像是你的礼物，他才不能穿呢，对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要换一个东西。刚刚反而戴蓉姐说有没有大小，我想说有，她是38号，结果她又拿起来刚好穿在脚上。对，你要对，你要你不行，对，问题是怎么办呢？你在袋子里面拿，你要换什么？换包包。整理拿个东西出来换嘛。好啊。如果要这样的话。好啊。可是真丽你穿的是假的，有吗 ？OK。这 OK 吗？可以啊。多啊，包包很多了。OK。这给小孩拿刚好。好，可以，大家一物一物 OK。连我都有礼物了。整体来看，王莹开心开心吗？开心。你看到前面刚才说的，我开心，我还有那个袋子还我。对，珍妮姐姐还蛮收获最好。对，然后你的脸看大人小孩都。你也发现了吗？对，没有，我觉得我不一定会带这个来。一说我不知道你会带这么烂的东西来。不过还好有换到这个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介绍呀？王莹这些东西哪个不好？没有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重新再讲一遍。没有，他喜欢放红色的。你开心吗？我好开心啊！这样剪掉吗？剪掉？怎么可能？而且会不断的重复放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大家会皆大欢喜，我绝对不记仇的。不是你，朱莉，你永远要记得的是最后那一句话。对，他最后讲说，哦，还好换的这个，那就你要谢谢我了，还是我换给你的？坐下。钱买的，真的，都是全新的，这个鞋底是很好，真的，这个是为什么要这样？可以证明它鞋底是新的，真的，对，真的是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不要开玩笑，买了三双，不要开玩笑，他一定买了三双，姐妹鞋吗？没有，其实我是买了两双而已，对，所以姐妹鞋，不要开玩笑，真的很好。但是如果那是我的 size， 我会更开心。对 ，OK， 这样讲其实比较能接受。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朱莉，谢谢王莹。好，来，最后来看一下。小林拿到是艾比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小林自己拿艾比来讲，到底为什么要送这个？我只觉得它里面这个最奇怪，这个最，这为什么？你这是这跟小孩子有关系吗？哦，这个听过娓娓道来，这真的是给小孩很好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福袋不但顾外在，你一定要顾到内在。女生如果由内而外焕发那种光彩的话，比你穿什么名牌的38号的鞋什么的都没有用。这是一个胶原蛋白。其实你知道，我们女孩子到20岁以后，胶原蛋白要急速的流失。所以呢，就算是你身材好什么，可是你干扁就是真的不好看。那大家知道吃那个胶原蛋白，我们一定要跟维生素 C 一起服用才会摄取到。那以前呢，我吃的时候都吃完猪脚马上吃维他命 C。结果发现呢，皮肤没有端，就是屁股先端一点，就是比较很容易胖，而且实在是不脂肪太高。对，我觉得后来去胆固醇也太高了。高，所以呢，它就有维生素 C， 然后胶原蛋白，它直接还有牛奶钙，对，有牛奶钙了。对，我们今天我还有准备，就是加红茶，我觉得很棒。就像现在我们爱喝奶茶，可是大家知道那个奶是很非常不好的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可以，我们把它当这个奶红茶，它可以配其他的饮料。哎，我先放进去。
什么饮料都可以，对，饮料都可以，咖啡啊，果汁都可以加，咖啡、果汁、牛奶，真的，这样很浪费，不是，是这样比较均匀哦。啊，请来，哎，对，然后譬如说，有时候我煮火锅。剩菜啊，全部倒掉去煮火锅，我会等到比较稍微冷了一点以后，加一匙下去就变成胶原蛋白锅，你马上升在火锅里面，可以，它不会真的十度啊，可是不要太意大利面也可以撒，对，不要太热了，对，50度以内都可以，我就等它凉一点的时候，不要100度，因为里面有维他命 C。好，所以其实这个就是配所有的刚讲饮料，生活很多的食物都可以，食物、水果都可以，还有淡淡的牛奶香，其实有淡淡牛奶香，它不会有一点腥味，不会，吃胶原蛋白。最害怕以前我们就是会怕有鱼腥味、猪腥味，它完全没有，反而是淡淡的牛奶香。对，其实喝了会有幸福感。对，而且啊，我们吃胶原蛋白，我们最怕说它吃到变很胖什么，它不是低卡的，它低卡才25卡，它很容易吸收吗？很容易吸，因为它的分子非常小，一般胶原蛋白的60分之1，60分之1。你好像在品，不是，我一直在觉得。他这样讲，我觉得他有什么味道？我现在终于吃出来了。他说奶香吗？不错，是什么？他有桂圆茶的味道。哇！哦，那是因为跟红茶搭配。这个23，25.3，所以不用怕说会胖，对，所以它不会有说热量太高的这样的一些的问题，不会。它其实如果再说具体一点，我们可以跟这个奇异果比，奇异果是热量很低的水果，一颗大概30大卡，它只有25.3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样可能还不够清楚。其实刚刚那个我们艾薇姐有说到啊，它当中就有高含量的4种有效的营养美容成分，我可以再跟大家说一次，就是有这个小分子的胶原蛋白生态，有维生素 C， 有这个牛奶钙，还有这个植物的这个乳酸菌，所以除了可以补充蛋白质之外，还可以让我们的肠道保健，然后又可以补充钙质，所以一物多用，很适合现在忙碌的我们来使用。男女都很适合，一匙，一天一匙，对，要一匙喝，就是这样一瓶匙，它里面都会有附这个汤匙，所以你只要需要一瓶匙就够了。就是说如果要看到很好的效果，因为它不是药品，而是健康食品，我推荐大家哦，平均持续使用3个月，它的效果是最好的。对，就像我一样，我已经一枝花的年纪了，然后我的皮肤还水当当，非常透亮，真的30岁吗？是。送礼用心准备，内外兼顾，稍后好康不断。好事就要成双，仙侠世界今日终极内测，不好玩双倍退款。很多人在看像这样的一些你说健康食品啊，对，这些会认牌子，对，它是大牌子吗？或是哦，其实吃的东西要特别注意，像它是日本原装的这个食品饮料大厂所生产，对，它通过各种严格的食品检测，完全无添加。对，所以对于我们的人体，因为前一阵子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对酸都是淀粉之类的，大家可以非常的安心使用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基底啦，你的基底就是你像红茶这种，你不能加糖的呀。对，很多人会觉得加了糖，然后最后说怪他会变胖，对不对？自己想喝甜的。OK， 那一般像这种的话是在什么样的通路呢？哦，因为它只有在网络上有卖，对，所以很方便，或者去日本买，对，要去。日本，对，说你从日本带，日本好像也是网络，那飞机票太贵了，对，真的，日本也是，而且它日本有的时候你还买不到，常缺货。对，那在台湾，我觉得网站很方便，是24小时，你随时都可以点订购，哦，非常方便的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要由内而外，然后让大家真的美美的，对，开心的，好吧？对，好东西。我从此你要陪我半包，这个是对的，对啊，因为被他喝掉，大家都有喝，那不管，但是他也陪我一包，好，没问题 ，OK， 好，来，那还有其他的是什么？来，哎，最近还有隐藏一包，还有，对，这么多包，你看我们真是。
西？虾米？我也不知道哎。这个是很棒的东西哦。这是哪一个？这个是超实用的啊！我知道了。这是美女一定都必备。我看过王姨拿过。照光照对，可以美白或是这个很贵哦。除皱，然后它只要6周，这很贵，它很方便。这一秒大概10000块，对，这个要10000块。然后那请问它要干嘛？它这个照的作用是什么？光疗。它就是脉冲帮你的皱纹照料，你相信吗？对，你看它6周以后。显示它的皱纹明显减少，对对，所以再加上我们真的是因为这样子吗？不是，你看它皱纹这么少，真的，我一枝花呢。不要再提一枝花了，这是这件是衣服啊？对，这个是我在日本的礼服店买的。我拿衣服，找不到头，我找不到，可以把它全部拿出来以后再找啊。这个是什么音乐？小小咪怎么了？他今天想要看这个，你可能会穿，因为很适合你胸部，它很有的。那我穿，这是全新的，标牌都还在。哦，这个它露，它整个是挖背的，我实在是没有没有那个身材。好看，好看，嗯，还好。没有那身材，你买这么酷酷的干嘛？就想说有一天如果我花钱去变大了以后，就可以穿。不错哎，这里只有小林适合穿这件。这件哈，好，好，来，下面还有，还有一个。这个其实是非常实用的，对，有这个很适合当妈妈包，没有啦，就是平常通勤啊，或者是上通告、拍戏的时候。其实啊，我那个时候一直好想买这个包，现在没有了。我一直好想买，后来考虑了好久，然后结果就衣服好搭，就一直没有买，就一直没有买到这个包。那是没有买到，还是老公不让你买？那个时候还没认识他，这个流行的时候还没认识他。那个时候比较自由，什么都可以买。嗯 ，OK。所以今天的东西很开心哦，很开心的。每个人拿到的东西都很开心吧？开心，开心。所以问题真的是在人的问题吗？是相关的一些。